解说不打专业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第二支问题。那下问题，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罗德为您带来的坦克士兵解说。这是来自于一个孤独的幽灵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SVL 地图，是乌蒙熊山标准模式。我们在这个左上角的出生点位SVL 这车现在没以前那么多了，因为这个它的射界没以前那么屌。以前这车我靠，那开玩笑，各种的屌，屌的没法说呀。当年我记得那谁来着，玩这个车玩的简直是出神入化。好，他在展示他的这个男人的雄风竖起了他的管子在嘲讽等会儿你不要这样，你再嘲讽你就那你干脆换个名字好了叫阳痿男来打我呀然后谁打你谁阳痿。哎呦我去，他自己还在欣赏，我靠旁边的话老虎炮说话了有我的粗吗？这个老虎炮是长口的，等会儿那个带锅盖的老虎炮要来了你个基佬，菊花都长口了。你看这种地方实际上他们常规的火炮位是很难打到的，看是能看到，所以说自己在这边冲的时候也就大概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走了反正是这边他可以打到些东西。等缩圈，好的，他退出来，咱们的人继续再往前面挤，他们肯定不继续往后退。好的，肯定砸得中，给了敌人狠狠一击，但问题是伤害也不高总比没伤害好。有没有坏他成员跟零件呢？这各种看到打不到，这个心情你们懂吗？好蛋疼的呀。简直是一口血的感觉。来。刚才那发伤害也不高SVL 为什么现在伤害变成这样？我记得以前非常牛逼的东西，一炮下去野风说已经输你妹，不要这样说，一定要学一下我们中国的撸啊撸解说明知道要输也要加油给你看，对吧？真是演技派的，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完了，这边被破那一二五在那别出来，你把他们亮出来就。我靠，这两个火炮都没炸到，他心里面肯定笑开花了。他们家里面怎么全亮了？各种全亮怎么没什么东西进去吧？中塔，我靠，
国安这个小地图有的时候是有延迟啊，这可能是录像系统的原因。那个重坦已经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咱们是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啊！那边的火炮暂时不敢支援了。哎，那你赶紧打呀！人家这是，不是？那哥们儿，哎呦，这那个躲到什么位置？他应该是卡住那个山坡没进去啊，找机会打龟缩，看你怎么玩。呦好了，你妈大爷，60滴血，凭什么？哎，算了 S 我要拿去卖了好了，这破玩意儿没用了，砍得太狠了，而且这世界却极其狭窄，世界一狭窄，那就要频繁的转动车身，一旦转动车身的话，这个圈子就会迅速散大。而且现在的版本已经没有以前的火炮好打了，以前的火炮圈都比较小嘛，现在这个火炮都是圈子都扩大了一轮的，所以说当时等你看是以 7.5 版本著称的啊，叫做炸逼时代。那种时候分房其实也分得很极品，一个房间四五个火炮，这个都很，就每一边四五个火炮啊，都很常见，而且那种情况都不算多。那这就是只要小车把眼给开好了，满天炮弹飞，那把人给吓的。那什么东西过来了啊，他有点晕了，没找到方向，哎一看，哎没有啊，原来一看，哦，菊花后面的。你确定这种情况你敢瞄那个重坦，你敢瞄上面呢，哥你真的是糊涂了。好，哎呀还好野风是眼疾手快，那这时候你们俩都处在被晾的状态。哎，野风，你就躲那石头后面不要出来了呀！好的，两个都没有被炸到。那咱们这59，好，他去点了这个111，他要追着111屁股打吗？啊，火炮得赶紧帮忙砸呀！啊，野风已经砸到了一炮，啊，接下来看咱们的，哎呀，还没转过来，但59自己也要小心被他们的洛林炮砸呀！哎呀，好，四姐在中间开始打59了，59要挂了。这样下去绝逼要挂，逼得59出来拼一枪，但没拼过，拼死了。哎，你这一趴砸哪儿去了嘛，哥？你这不要挤呀！好，转过来。啊，59开始反喷了，所以说这个千万不要，哪怕真的就是谁他怎么样，你也不要说，你说大家都开始互相指责对吧？那完全不开始只是有一点不怎么配合，到了后面是完全不配合，那谁遭得住？哎呀，
哎呀，跳弹，跳弹，必须跳，绝必要跳。哎，没打到，啊，撞死你丫的！呵呵，啊。虽然他吨位大，但是血量少啊。居然要跟咱们撞，撞你妹！哎，你还送我个人头，太好了。又叫他躲起来，那对面现在肯定是要来抓他，他血量那么少。弄他好容易的事。啊啊啊，来来来，好好好。这种时候，哎，等缩圈啊。他这种时候采取的策略就是人家来站啊，他来砸，但是人家知道你位置了，因为那四姐还从正面出来嘛，但不知道人在哪。哦呦，说明咱们自己是备量的。好的，这一发刺中。洛林炮很有可能在前方，从他刚才那个弹道落点来看，如果是在地图的右侧的话，我们刚好在山坡上，他应该瞄不到啊，应该是撸歪了，所以说我推测可能是在，他是从上路过来，那他怎么可能从下路吧？当然他机动性高啊，他现在换到哪一路过来这也是不知道的。然后队友说让他脱贫，确实面对那个火炮的话，他机动性各方面都好呀，而且咱们血量也比较少，其实没太大信心。他人什么时候出来嘛？什么情况吧，他要怒送，他可能没炮弹了，我只能这么理解，否则他没必要怒送人头啊。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我， QQ 箱是7678558@ 这个点康，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